进去啊！走啊！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好，计时停止！哎，计时停止啊！刚刚就要停止了。对哦，这么快？我们是什么被幸运眷顾的男孩啊？结束了，我先请第一组就位。直接。要抽两个。两个颜色，等一下的那个物品只要含有这两个颜色就算过关。不然，再回一样就可以。所以运气很重要，真不难。不要抽到一些很差周的颜色。而且两个可以同一个颜色吧？金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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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
起哦，这么难。所以金跟橘色是不可能放在一起的。没关系，芭比娃娃好运好不好？来第一组，一路上充满荆棘。完蛋了，你这什么衰运来？等一下，一，他一楼不行，所以银饰不行，他要四到六楼，哎，真的要贩卖啊，要贩卖，赶快开讲气话，金橘啊，篮子不行，没在，金橘，芭比娃娃、啊。玩具比较有可能，对啦，因为一般的那个服装啊或什么东西，金跟橘色不敢配在一起，太丑，可能跟我穿搭一样，真的，开始不协调，五楼还是五楼啦，金石书堂，哎，都会有书是有金色有橘色，橘色有可能的、啊，鞋子嘞，给他 unique， 哎，鞋手表会不会有？看看啦、啊，我们去看看啦、啊，看看一下。手表，橘色，橘色，这是橘色，可是它有橘色，可是它上两个。哎，你们这边会有金色又有橘色手表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去楼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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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楼上。欢乐童话来啊，来来来，玩具，玩具，玩具，这样的玩具啊，因为玩具就是比较缤纷嘛。对啊，哎，你鞋子，你鞋子看什么？金鞋子，鞋子，鞋子有啊，金橘，金金这金橘色，橘橘金橘橘橘，冲冲冲！这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这可以啊！哦，哎，这我跟他们讲对不对？什么？金金橘啊，橘啊，金呢？走啊！对呀，对对对，好，计时停止，哎，计时停止啊！刚刚就要停止啊！对哦，这么快！我们是什么被幸运眷顾的男孩啊？结束哎！走喽，走喽，去喽，走！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是？人家会觉得我们？你看，你看，不要没事跟少伟一组。你看，你跟我一组，马上哎，马上就有了，就找到那个，这个是好运东呢，好运东。来到这边就停止计时啊！这边这边这边！哎哎哎！严禁谐音梗哦！没有谐音梗哦！我们要先看一下你们带回来的东西。好的，我们计算的时间呢是以你们出发到找到物品这一段时间为主，大家的起跑点都一样。都一样。那你们的题目是金跟橘，我来检查一下。橘。OK， 鞋底是不是？这里是橘啊。OK， 这边是这个是橘色。OK， 橘色。有啦。金不好意思。色在哪里？金色在铃铛。超小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东征点鱼的时间是2分55秒。我们要到快要叫回。欧巴。